OK，好了，等一下哦，我刚好像不小心动到麦克风了，应该声音一样吧？我稍微确认一下，声音是不是一样的？声音大小有没有太大太小？确认一下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好像动到麦克风的那个的声音大小啊，先确跟你确认一下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太小或太大？OK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OK，好，那继续。那我们应该要打开这个书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我刚不去看它会怎么样？试一下。好，虚弱一个毛。那我们把眼睛移开呢？不看啊，不看就没事了。哎，电视很，哎，可以把电视打开耶，哎，怎么了？大小，what the fuck？你在那边？我的，来看着这个那个手指的前方啊，手指尖啊，把头脑放空，嗨。啊，頭がふわふわしてきて，啊，就是说头会昏昏沉沉的，不要反抗，你的意识啊就会往高处跑喽。好了，さあ、どんどんもてていくよ，啊，那差不多可以回去了。催眠状态的人偶，啊，怎么样？很舒服对吧？啊哈，君はこうして、啊，你呀，啊，最喜欢这样啊，这样被操纵了。啊，嗨，ご主人様，是的，主人。那问你一件重要的事哦，初高生打高校生，小学生跟高中生，你喜欢哪一边呢？哈斯克西卡雷纳库的应答哟，不用害羞也没关系，老实说吧，这样就会更好的哦，比现在啊。高校生がいいです，高中生呢，主人。啊啊，怎样？你现在瞧不起小学生哦？啊，你现在瞧不起小学生是不是？那你このテレビ video 啊？这什么录影带？哎，为什么上面照出来的人是我呢？奇怪，你现在把萝莉控放到哪里去了？莫名其妙，小学生就直接瞧不起小学生，来看这边会不会有不同的录影带？哎靠，这个打不开，烂游戏。简单的椅子。哎，上面有本日记。哦，有日记耶，3月5号。土是礼拜五吗？啊。今天啊，开始要暂时移到别庄去住了。也许比跟都会相比会有点不方便，但是住在乡下也有可能各种可能的。啊，跟狗什么在夜晚野外散步啊，这种事啊，因为这边人少，所以才可以吧。3月14啊，哦，不知道好像中哦，好像说什么中了什么奖，所以家里寄来了大量的吸尘器啊。他们根本是打着中奖的名号在那边清库存品吧？啊，受不了啊！总之那些想说要不要拿，可是想说卖给别人呢，这边又没乡下又没得卖啊，然后丢掉又舍不得啊，有没有办法可以用他们呢？3月23啊，多亚啦，看来我在小镇内被亲称作为哈 Q 的。啊，哈 Q 啦，哈 Q，哈 Q 那应该是吸尘器吧？吸尘器先生嘛，还是吸尘器人之类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还有什么叫做吸尘器人吗？哎，不对吧？哈 Q 啦，我也有刚刚想哈 Q 讲到哈 Q，可是应该也不是吸尘器吧？不知道什么叫哈 Q 啦，就被叫哈 Q 啦先生啊。这种程度我也想得到嘛，啊，但是没有每个人都读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们读错了，啊，有点哦，那可能只是他名字而已啦。他说因为没有人发现他们读错了，然后就很难过啊，有点悲伤哦。可能他的名字念起来很像 Hakiwara 吧，可是他应该不是这样记啊。有空的时候把我的名牌啊加上那个标音吧，就是加上标加上那个片假名。
啊，明天开始3点啊，要准备哦。刚刚那个名字的训读哦，Hakiwada 哦，对啊，所以这里是那个狗妹的家喽，狗之类的家喽。从明天开始的3天要开始做新的事了呢。啊，现在开始啊，就是训练出来催眠的技术，还有要先开始两个人的信赖关系，要完成这个可是大工作呢，真是太兴奋了，写下来都睡不着了呢。明明是个普通的日记，却为什么觉得心里怪怪的？靠，这日记到底哪里普通啊？妈，我说我看到有人在写这种狗屁日记，我一定把它拿到警察局。这日记到底哪里普通？小姐，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？我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理解这个日记到底哪里普通嘞。哎，我又可以再开一次电视了。莫名其妙哎。真是莫名其妙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哦，可以看看，想看都可以回来看，不错，把这存档先留着。啊，看姐姐的日记吧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啊，总之要看姐姐的日记了。喂，这是姐姐吗？还是我们？嗯，什么比七吗？これがもしかして催眠の写真？这难道是催眠照片？姉さんっていうことは。お姉さんにかけているかな？姐姐、難道是指姐姐吗？でもなんでだろう？どうしてだ？そうじゃない気がする。但怎么又觉得不是这样呢？这个照片很危险。废话，我也知道很危险。那边写了个 見ているだけど、なた、頭がふわふわして。虽然看到了，总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。嗯，总之在被夺，在被那个，在被夺走那个。那个正气，shuki 应该怎么讲？就是正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在被昏沉之前，赶快先回到原本的地方吧。再看一次好了，那姐姐好胖哦。嗯，可是我这样看了之后又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要找线索吗？找狗女看看好了，狗女。啊，你的名字，找自己的名字。嗯，找自己的名字哦。哪里找名字啊？啊，我们应该会吸尘器吧？可是现在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啦，啊，全部地方都去到了，然后再看一次他的脸吗？可是我就要脱一次衣服哎、欸，还是我在看了照片情况下再看他就会不一样了，试试看，哎，看我一直按错，左边电视不能用啊。我们就要想再看一次，依照我们那个清新正直实况台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会这么想呢？哟，看信啊，我看信啊。嗯，其实我对这故事的真相还蛮有兴趣的。诶，这故事的真相，对，我们是为了这故事的真相啊，才会在这边思考的啊。没有啊。在还没有跑出真结局啊。这个电视开了有小小的声音，嗯，太懂。他说那个电视有小小的声音，那应该是催眠的关系吧？
应该是还是有什么关键没有找到吧。可是我觉得不是呢，因为他有讲说你要当高中还是女高中生还是小学女生啊，所以我觉得啦，镜子哦，哎、欸、哦没有，那书本，因为我刚想的是说那个其实我们应该不是自己吧，因为他有讲说如果当小学生可能就是说哎、欸、可以看到哦有有有，他讲可以看到自己样子的地方，逮救骨准备好了，嗯，しっかり思い出したか，一定可以想起来的。哦、你看，考えてみれば、私が啊，只要好好想，我一定可以夺回自己。この女神の前だだけ，在这个镜子面前啊，でももうあの時とは違う，已经跟那时不同了啊。只要在这边找出我的姓跟名字，一定可以醒来的。私の名前は，我的名字是。输入你的姓跟名字，应该不是啊，伊瓦拉应该是那个女生的名字，然后不需要有空格，可是还要姓哎、欸，哈基瓦拉米兹基吗？难道是哈基瓦拉米兹基吗？嘿，我是星星星星人，我的名字是星星星星星星星，九星究极进化觉醒宠，两横排四双体。星星星星星是谁呢？呀，瓦达西嘎尤登达克多，虽然好像是我的，好像是我的觉醒星数，吉高不对，我应该是十星降临宠才对。啊，脑中出了奇怪的东西了。啊，这一定也是烧慧姐姐所跟我说的催眠暗示的错。总之，再来一次吧。啊，好啊，我们到底是谁来的？阿基瓦拉米兹基，因为现在整部现在目前有就是口字 A， 然后这个名字米兹基，然后跟哎米兰。跟上面的 Hakiwara， 对不对？是 Hakiwara 吗？来看一下、哦。哎，我刚那个东西在哪里看到的？哎，是这里吗？哎，哎，我刚是在哪里看到那个名字的？哦，电视那边的日记，对啊，是 Hakiwara 嘛，我记得是 Hakiwara。哦，人偶旁边的椅子，人偶旁边的椅子，这个吗？这个，哦，他这里就写的是 Hakiwara。然后下面是 Mizuki， 其实是口字 A。这 Hakiwara 应该是姓吼，姓啊，姓吧？敌人啊，敌人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敌人的话，我记得刚刚有一本书上有哦。Hakiwara 是敌人哦，那我记得这边有一本，他说就是拿去做坏事的人啊。我记得刚刚这里有一本是敌人写的，对，就是猴子也会读的催眠。我确定我刚刚有看到啊，哦，就啊，所以你抽到兔子了，恭喜恭喜！你看看 DA 台有保佑有没有？我没有说敌人，我记得刚刚有一本确实有讲到那个名字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啊，敌人香啊，把催眠来就是是 Hakiwara 是这个敌人 ，Hakiwara 对啊 ，Hakiwara 哎，是我们该不会叫敌人香吧？对啊，所以翔的是什么？秀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是秋元，应该是秋吧，还是迪？迪迪迪迪。所以如果是 Hakiwara 翔，翔是秋。刚刚石头有兔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DA 台的祝福。翔哦，可是翔秀嘛，他不是有会有两种念法？我不知道训读怎么，不知道训读米尊啊啊！刚刚第二排最右边有一本书。架田米尊啊，对啊，但这不是啊。我先试一下哦。可是哈基瓦拉秀，那有拉长音吗？看一下哦。欸、我手机刚刚震动掉到地上去了，靠腰。哈基瓦拉，哈基瓦拉，哇哇。我不是吓到，我是手机掉了，我喊了一声。他在挖在哪里？塔克鲁哦，不是哦，等一下，我找不到蛙，再找蛙，对啊，哪里啊？哭啊，没有，哎、欸，蛙在哪里？八之四，哦，这里，啊，塔克瓦拉。你说怎么卡 K 鲁哦？卡还是嘎卡？卡，然后 K 不是 G 嘛哈？没有浊音嘛？卡 K 卡 K 鲁，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嘛？卡 K 瓦拉卡 K 鲁，这是训读。不是哈基瓦拉卡克鲁是谁啊？不是靠腰，哈基哈拉才是秋元，可是他那个是敌元呐、啊，啊不是蛙吗？刚哎、欸，我刚看到是蛙吧？我看错了吗？我不可能跟猴子一样吧？还是哈基瓦拉秀？还是真的是你说的那个音读的秀？这种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比较麻烦。等一下，他不是米族啊，他不是那个什么对吗？Mizuki 哦，对啊 ，Hakiwa 啦，没错啊。那不然就 Hakiwa 啦 Shu 喽，试一下好了。很难讲啊，我就说搞不好他这个肥宅，然后催眠自己成为美少女啊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试过 Mizuki 啊？哦，我跟你，我靠，我刚以为你要我说我们试过催眠自己，我操，揍你了。我先试一下秀好了。哦，他说蛙是那里人说错，所以应该是哈基哈拉吗？靠，我们日本真烦，所以哈基哈拉才对吗？嗯，所以应该是哈基哈拉吗？应该说去看那本书应该是什么吧？所以我觉得应该重点是那本书的正确是什么好了，有其实有可能是他们读错，对，好，我现在实心虫超强，等一下我来，那我要看一下发音问题，所以哈基哈拉跟哈基瓦拉都是秋元嘞、欸，都是敌元嘞、欸。所以那他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没有错的，依照这种推理模式，再加我们那个台北福尔摩摩斯的智慧，应该是没有错的。那我先回去确认一下，这个到底是秋还是底？姓氏都是训读是不是？
对啊，是这个啊，是这个啊，它是这个象棋啊。对啊，这是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敌元响，然后用训读。训读是什么？欧基。那元呢？那是欧基瓦达。他是欧基瓦达吗？那应该变成说欧基瓦达秀还是卡卡鲁？哦，这日本人那种名字那个发音真的很麻烦。欧基嘛，对不对？欧基，我看一下。Okiwara 哦 ，Okiwara Kenji， 哎呦喂，那是应该是 Okiwara 咯 ，Okiwara Kakeru 咯。嗯，因为我们用查那个一些人家的是念 Okiwara， 你去查那个敌原健司，还有那个敌原刺晴的那个运动选手，他们是用 Okiwara， 对。对，他们是用 Okiwara。那这样这个真的还蛮，那这题还蛮漂亮的，对日本人来讲啊。哦，一哇啦，那现在问题就是姓是什么？啦啦啦啦啦，卡 K 鲁嘛？你说都是没有浊音的嘛？对不对？这一台一定是可以猜，我猜的啦。哦 ，T 哇啦，卡 K 鲁。所以假花不一定是对的。我是 Okiwara Kakeru 是谁？靠腰也不是。那 Okiwara Shu 吗？他说不用空格，他写不用空格。他是写说那边人叫错了。对啊，他说 Futatsuno。那个 space 就是不需要空格啊，换成美月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试试看啊。Okiwara， 麻烦了，要来一次。Okiwara， 然后 Mizuki 嘛 ，Mizuki。我是哎、欸、有了，我他修哪麦哇 ？Okiwara Mizuki 哟，我是敌原美月。肥宅，全家都肥宅。可是不对啊 ，So nan de shou， 这样对吧？也就是诱拐犯的敌原翔是，Anata 就是你，是谁啊？这什么温馨结局？秀桑 ，Okaeri Mizuki， 啊，欢迎回来，美月呀！我的个塔塔伊玛纳诺卡，是我回来了。可哇嘎达哟，好可怕哦！哈哈，呀，ごめんね，抱歉呐。今回はちょっとやりすぎたかな，这次好像做得过火了一点了。怒れているかい？你生气了吗？まさか不会啦，だってこれも因为啊，这个也是我自己提议的嘛，啊，哦，就是说因为要这样子害怕到极限，然后才会有这个反差的温度感。そうか、気に入ってくれたなら嬉しいよ，是吗？你喜欢就好了。どうだった？怎么样啊？啊，被绑架的女高中生 play 啊。你呀、啊，你最喜欢女高中生的 cosplay 了啊，所以这样子暗示起来也比较容易啊。もう本当にびっくりました，真是吓我一跳，醒来的时候居然没穿衣服站在那里呢。でもどこか落ち着いていた心もあった，但是、啊、总算是冷静下来了，因为啊，きっと秀さんがそばにいたからですよね，因为翔一直在我身边嘛。あなた，啊。你呀、啊，明明不认得我啊！你知道我在身边吗？你呀、啊，真是个聪明的女性呢！啊，我苦都是 deva， 开口新鲜大胆啊！我也觉得很新鲜的啊，就是只穿着内衣啊，害羞的你啊，私も我也是呢，总觉得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昔の私は，以前的我也是这么的清纯，我也想把我电脑砸了。都有 demo， 虽然这么说，哪是几年前的事呢？今までで日を啊，现在
十八岁的女高中生，现在还是啊啊，そうか，这样啊。でもすごいじゃないか、みずき，但是很厉害的美月啊，你呀、啊、解开了我的暗示呢。啊，女教师 play 的时候，还有姐姐 play 的时候啊，都是靠我才解除的啊。靠哦，所以之前要讲的是那个、哦。それは、嗯，那个、啊、怎么说呢？啊，是靠了口水一解。一解的意思就是只说是那个翔的亲姐姐，所以他叫一解。这个啊，一定是靠了口水一解啊，应该怎么翻来讲啊？哎，一解中文应该怎么翻比较好？嫂子吗？一姐那个中文忘记怎么翻好了，就是指她的姐姐的帮忙了啦。啊，我那讲哇啊，姐姐啊，就是翔的姐姐，就是姐姐她啊，她想妨碍你就是了。马一嘎算了哦，小姑对小姑啦，对马一嘎算了啊。那那么阿勒啊，我只嘎勒什么，总之辛苦啦，这次是我输了呢。亚古索托里啊，约好了，输掉的我可以听你的任何一个愿望哦。願いこと考えたかい？你想到要说什么了吗？え、何かな？什么呢？きっと、啊、私たち二人啊，这一定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愿望呢。啊，そろそろ差不多啊，我们两个人的家庭该再接来一个新人了吧？这个啊，他说那我们就找一个人吧。想，他说我们再招一个人进来。我开玩笑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知道了。そうだね，好吧，那我们回到家就慢慢来处理这件事吧。嗯，看这什么狗屁剧情啊！我怎么看就看两个混蛋在那边放闪，你妹的！然后小姑还差点被打死，差点被球棒敲死。啊，是还蛮有趣的啦，是还 OK 啦，对啊。是还蛮有趣的啦，严格讲。可屁呀、啊！你们这莫名其妙，你们说爹是这种人吗？是不是？